这个球出棒打是在右击方向的滚地，有一手捞到球做大转身，传一垒传高了 safe。对，一垒裁判苏建文先生认定邓志伟的脚已经离开垒包了。我觉得给他传掉后就是 nice play 了，拦下来一定漂亮了，有点可惜就是没有传好。兄弟象队呢，在这场比赛呢所出现的第一支单打，是由第五棒的周思琴呢所敲出一支内野安打。从这个画面很清楚了哦，如果传得准，来得及。